迅速地收尾了风和景明的春天。关于福州近现代名人的家风家崇山峻岭之间留下的家园，在数百年后迎来了全世界的。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恰巧嵌进了鼓浪屿第一轮来自太平洋暖湿的风。如果时光是一汪深海，那么什么才是倒映在海面上永不褪色的星？自然与文化遗产，地球与人类共同守护的双子星，也是八闽大地上熠熠闪光的瑰丽风景。在这里，宇宙的风配合造物的手，成全了大自然的炫技。建筑吟唱着无声的颂歌，歌词里刻满历史的斑驳。是一道桥，通向着古与今；是一条路，承载了来与往。超越疆域，超越国界，超越时间。它们存在，让我们伸出手就能触摸历史的脉络，迈开脚就可抵达先辈的精神现场。正好符合我们安全的标准。我是姚晨，邀请你来我的家乡福建做客，看看我们的瑰宝。